惯就好了。还好不是玩弹丸轮婆哦，如果是玩那个什么玩要翻译的游戏，翻了一个晚上，发现要白色风会崩溃。玛利亚这边 keep out 雅致，没关系，我们走加纳这一条。哎，习惯就好了，这种事情习惯就好了。好友就好 ，OK。外观改成杂贺之后，当西人都没有过关过，应该是被诅咒啊。说到杂贺，打他会出他的，会出他的制作书，对不对？可是杂贺都没有那种快速找他的关卡，好像都九关十八关。一关是在温泉里面打嘛，我打温泉那关超烦。然后还有一关是就是火那边嘛。啊，不是温泉，不是温泉，是那个谁？温泉是飞猿魔，他是阴阳师那一关。但是我想要他的装备制作。打阴阳师嘛，阴阳师那边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温泉，就简单一半了。我觉得温泉那关超烦。闭个安安，阴阳师用跑了过去打很快，好 OK。我找时间点一下隐身跟猫步，我还想点飞镖，我都没有点飞镖。可是飞镖消气好像超好用。欸，如果隐身加猫步就是可以一路冲的，对，一路冲，敌人都不会发现。远距离奥义增伤点数还好用吗？苦屋一镖可以破千欸，干，也太热血了吧！这也太热血。苦无一镖破千欸，那什么感觉？那已经不是暗器了吧，那是大炮啊。而且不用瞄准啊，不用瞄准就是爽。伤口到达内脏，哇，四三挂了，靠腰啊！然后去神社补一下就满了，超爽！干，四三挂了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在想，有时候看王的气要没有了，但是靠近过去的时候他又回了气，这种时候我就想用飞镖砸他。
我觉得田中应该是被杀的。我觉得暂时不公开比较好。这个是事故还是恐怖袭击？电视是这样写的。这趟路上会不会遇到同生？头山在这边。哇，间谍呢？吓死人！哇，建也摊牌，直接摊牌。感觉是 bad end 哎、欸。
看起来是主线哦，看起来不是 bad end 哦。哎，这不是御法川吗？所以这边是 bad end 的吧？不能让御法川在那边出现。御法川不要搞出这么多事情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走御法川那边。
法川今天东奔西跑，就是因为要让头三活下去。如果头三死了，等于今天都是白做工。红生居然在这边，军种，军种应该是我这个游戏最喜欢的角色之一。军种超帅，这让雅姿那条线给都解了。哎，青菜安安，哎，雅致，雅致在这边被车撞死哦。人生真是意外真多。这样就两个人被 dead 的，太好笑了。对，人真是脆弱哎、欸。哦，所以这边要去解雅致的线。哦。不过雅致这样就不会死了，是还好，因为童生就不在这边。对，阿如优大叔。这边看过了，我们就直接快转。合运租车，哈哈哈哈。你撞车，合运都知道。从 Bad End 当中推进的游戏，真的。
他妈那是我们的车，真的。召唤组没有啊？召唤组如果很争气，就不会召唤西人了啊，是不是？这样想就很合逻辑。我觉得，我不管是玩魔物猎人还是玩这种连线游戏，我都觉得我打野团就是在做功德。我都觉得，如果遇到好队友是我运气好。啊，如果这个队友有点雷，我就算了，我都先预设大家是雷，这样看的就这样就比较舒心。我之前那个魔物猎人野团打那个什么五天王哦，四天王，但是有五个人的那关卡，我就有遇过有人拿弓去打。一般来说拿弓打是 OK 的，可是弓打那种大连续任务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在于说续战力的问题。你想想看哦，你加调和了不起就90瓶吧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嘛，差不多90瓶。但是那一关有五只王哎，是不是？如果大家没有另外帮你带强击瓶，你一下就没力了，一下就熄火。那拿弓那位大大，结果一个人包三猫，哎、欸，诸如此类这种事情常常发生，习惯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人王等级上限是多少啊？该不会可以把所有参数都点到96吧？全部都点到99，就不用担心配点的问题了。你看多开心！750是不是？哇，好高啊！没错，每一样都能99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感谢。这个不是大冢民夫吗？我应该没有看错人吧？这是大冢吧？对啊，我没认错嘛，这是大冢嘛，因为大冢很好认，我应该没有认错的。对啊，是 boss 哎、欸，我以前玩的时候没有认出他是大冢民夫。Know nothing of Alpha's background, like nationality, sex, and age. 啊，我们不知道阿尔法德的背景啊，像是他的国籍、性别还有年龄。哦，雅致听不懂哦，那我要当作听不懂。雅致听不懂，只是能够精准的拼出他讲出来的字。
这样也蛮厉害的。你看起来像 CIA 警官。哇，所以捷克体术输给迦南，迦南体术比较强。哦，看来是打平哦，好像没有输哦，捷克好像没有输哦。能够学好英语，就能够听懂他们的对话。啊，那个是用打字的时候，谁看得懂啊？如果用讲的，我应该听不懂。那个阿东啊，讲话都超快的，我听不懂，我都真的听不懂。看那个 CNN 跟还是美剧啊，就是他们咬字其实都有放慢速度，而且讲得很清楚。实际去美国根本就不是这样，有听没有懂。我以前看 CNN 啊，发现我都听得懂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哦。直到去美国的时候才发现被打脸。真的是被彻底打脸，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！他们还要刻意放慢速度，人真好。对，我们讲中文也是嘛，你看那个新闻播报都咬字都字正腔圆。我去过美国吗？就 LA， 就只有 LA 而已。对，母语啊，母语都是我真的听不懂都超狂的。美国大使馆保安人员。外交官，大使馆，大使馆啦、哇，妹子都这样讲，男主角应该要哭了。对，不仅带着手枪，体术也可以跟迦南抗衡，但是。他这边用讲的，不是来硬的。
哦，建爷哦。建爷就是那拐杖男。哦，boss。杰克人说演威斯卡看起来很像，可是好像不是同人。演威斯卡的那个比较连的骨头比较宽，因为我前几天才看完第六集，应该是不会认错。看起来很像哦，但也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发型跟那个墨镜真的都很大。9点会有脑死女性送到那边去哦，懂了。建爷应该是建爷要把大泽姐妹其中一个人晾掉，然后把心脏送过去给雅致的妹妹用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很像。要不是前几天才去看电影，我应该会认错。神只有神仙才会知道什么时候脑死的人出现。我靠！所以是雅致他爸。一直在盯着大泽姐妹其中一个人，要他们其中一个人死、欸。哎，是雅致他爸爸，雅致就是现在这个男主角。哦，这有点毛哎、欸。靠！所以是雅致他爸通报大泽跟他儿子的地点给拐杖男，让拐杖男来杀妹子。哦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哇，真凶是自己的爸爸。哦，这真的很恐怖哎！今天没有任何人经过监控室，所以可以用的人就只有他爸，没想到我会玩这个游戏哦。这个游戏拍了，我记得拍了好几百万张照片，不是几十万，而是几百万。我那个时候有看他的制作访谈。这个游戏我以前玩过一轮，未出的时候玩过一轮，但是因为太久了，我就全忘光了。一出来我就玩了。这游戏很棒啊！这游戏真的是神作。我忘记我剧情我都忘记，我只记得这个游戏很神。哦，难怪拐杖男追这么可以追得莫名其妙，原来是因为是雅致他爸。天哪！所以同时孟买血型。好恐怖哦！哇，雅致保护这个妹子，保护了一整天，才发现要杀这个妹子的不是拐杖男，是他爸。男主角爸爸要杀掉这个女主角，天哪，吓到我了！
这边应该是 to be continued 吧，这边应该到一个段落，不会让我们继续打，应该不会这么爽。果然，干，太恐怖了。所以御法川这边，这样雅致，看一下。12万张哦，我记错，我不是上百万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果然是鱼脑袋不靠谱。这个游戏我不记得有配音欸，我不记得有配音。我们这边就说，欸，这个才是正解吧？应该是演员在拍照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台词的，只是游戏没有录进来，后来有重置，是不是？好。对啊 ，C 是作死啊，人不作死就不会死了。这边要把它支开啊！这片真的很棒，这片真的很神。我们这几天先集中跑这个游戏，先把它跑一跑。现在21号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啊，我觉得在尼尔来之前应该可以结束，应该可以，希望可以。来，亚历山大安安，有428，我觉得这游戏超棒，这游戏真的超棒。这样就不会撞到雅致了。啊，这边看过我们就快转哦。哦，这段是新展开。
off. Mic on.
Thank you.